弥勒，世尊受忍者记，一生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为用何生得受记乎？过去耶，未来耶，现在耶。若过去生，过去生已灭；若未来生，未来生未至；若现在生，现在生无住。如佛所说，比丘，汝今即时一生一老一灭，若以无生的受记者，无生即是正位，于正位中亦无受记，亦无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云何弥勒受一生记乎？未从如生的受记耶？未从如灭的受记耶？若以如生的受记者，如无有生；若以如灭的受记者，如无有灭。一切众生皆如也，一切法亦如也，众圣贤亦如也，至于弥勒亦如也。若弥勒得受记者，一切众生亦应受记。所以者何？夫如者不二不异，若弥勒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一切众生皆亦应得。所以者何？一切众生即菩提相。